타. 일본 어디다 쓰러네. 그냥 그래. 아니 일단 쓰러져? 그리래. 시야서 쳐지마라. 没得救了。아, 根本 救不着了，别把周围的给引燃了，得了，这让随便烧吧。这玩意儿，这都枪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他那地下的什么东西不跟这烧了？这可能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了，我估计是。哎，毕竟烧的都是隐隐有名的中央电视台。爆炸了。啊，可能是再也不准放烟花了。这一下整的。看到火星飘到处都是，没事，再干点东西。哇哈！ 跟原子弹爆炸一样，你看，太壮观了，这。太壮观了，这。撞，那其实是他们搞的都白搭。那你们怎么跳到今天来的？昨天晚上。哦。还有人知道今天特意要找我，你才过来了。这么大个生日礼赶上了，跟流星一撞，你看一个星，那个星星那个火星呢？ 消防这个水枪都不放水了，啊，他刚才不放了。看他妈要打那个，他给男的得了，那个人地底下之后再弄，啷个都烧到那个。估计得他了，这光这个他一烧，烧软了。就那你不得？这行为小伤。哎，这行，那里我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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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
了嘞，搿蛮准打的嘞，要过来个好啊。你好像已经斜了吧，这楼。斜了。我那边斜了，好像是。这楼本来就是斜。啊。好看你们还敢不敢放礼炮？我看你们还建不建高楼。那里面就剩一个结构。到了到了，还没到两个。先我是钢结构，这会根本控制不住了，是吧？这会还怎么控制啊？这么高，你看就剩一个架子，里面还在爆炸。爆炸了。谁又烧到北面去了？他就从那边开始烧，转圈子，烧到这边。在这边立起来，活走了。呵呵。没救，没救，消防员也就是你们一结个，消防员也不辛苦，咱们这儿都感觉烤着了。对呀，你看在下面很热，那能到处来给人家干？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估计肯定得塌了，我操！危险，那得到半个危险了。明天都出场了，现在来这里还干头一干的嘞，附近那家装板子吧，到镇上呀，可搞不明白了我，阴阳门的。我操！你看警车灯都排到哪儿去了？排到金光桥了。
得啦。是真到今晚。你看那鱼，看那个都闪闪一闪一闪个灯了，看了。看看。鱼姐灯在那闪个了，一闪一闪个。嗯。也不是坚持的，喜欢这。哎，我等它塌下来，都是全停被旁边的，别把旁边的房子给烧了。还躲你哥哥在叫，喊大灯，喊大灯注意。哎，喊大灯就进来啊！不好意思，只把电影这个。都是电影，只把电影这，那个后这，那小车大概有五十五的一个。整个烧了一遍吧，这路。没事，那个第二天知道他最后一波可能这个够了。损失严重。不是升起来那个喷水。你看，现在是整栋楼都燃了，你看上面顶上是吧？现在就整个全烧了。对。就旁边还剩了个三角形没烧掉，那边的话我们站在那边已经烧完了的。你。根本不管让消防车，管啥人？哎，进都进了，老正式噻，那个什么病人呢？再多的消防车都没用，太高了，这楼。一个太高，一个你周围面积根本不够，消防车估计排不开。靠能靠得近的也就那么几辆。还是他救火救得太晚了，刚开始一哼支柱了，他就哼支柱了。还是楼太高了，上不去。对。完了，一边火烧死了，一边三个是火烧死了。楼顶的火灭了，就完事儿了。那下面那些消防车在干嘛？不是，这下边警车是不是过来疏散人呢，还是干嘛的？是。没水了，洒水的全都洒的没水了。你看，这轮梯上面还有两个人呢，在那个消防车上面。那你轮梯那是咋又落下来了？这上面呢，你看下来了，两个人下来了。那这怎么靠得进来？根本靠不进。咱们在这里都感到温度那个特热了啊。你们就看到那钢结构了，主要是这些房还用的什么装饰材料，那材料特容易着。你要不是钢结构，早就塌了，是不是？幸好它就是钢结构。哎，在那晃，那你本来在那。在这儿放那几个大礼花放了。对，中央电视台自己放的。看那块还往外喷火。烧烧，刚才三角形。还在爆炸，好像是。